喂，早晨，我 Shaw， 今日 GG 咧推出咗 3.25.0 C 两个 Hotfix 啊。首先系第一个 Hotfix 里边咧，佢哋又增加咗守护住矿物嘅怪物所掉落嘅金钱嘅。然后佢哋亦都增加咗，当你杀咗 Freesium 呢一种矿物嘅守卫之后咧，佢哋嘅掉落亦都会有所提升嘅。下一个啦，佢哋就减少咗比方林妖精所加强咗嘅怪物佢哋嘅硬度嘅。然后下一个啦，佢哋都调高咗比蓝色妖精附身嘅怪物佢哋所掉落嘅通货。然后去到呢个 Hotfix 之后咧，佢哋都提高咗喺荒林里边遇到唔同事件例如祭坛嘅可能性嘅，然后咧就到咗 3.25.0 C 嘅第二个 Hotfix 啦。喺呢个 Hotfix 里边咧，佢哋又修正咗无名先知同埋 Reflective Mist 镜湖嗰个迷雾啦。之前咧喺你击杀咗怪物之后，佢哋就会喺地图里边随机一个位置生成嘅。依家修正咗之后咧，佢哋就令到当你击杀咗怪物之后咧，佢哋就会喺嗰只怪物死亡嘅位置生成嘅。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嘅 Hotfix 啦。如果有兴趣一齐吹水嘅话咧，就可以加入我哋 Telegram 啦，又或者 Discord， 甚至乎喺 POE 里边打#global852Korean 就可以加入香港人嘅公群嘅啦。如果中意呢一类型嘅片嘅话咧，就记得俾个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好啦，系咁先啦，拜拜。